结婚的心情就是很累，真的很累，对，然后好热，对对。等到老的时候，我们会挑一天寒流的那一天来办，对对，新郎就不会流汗了。对，太热了，太真的很累，就觉得怎么这么多人有勇气结婚？有后悔？干嘛啊？后悔太晚娶她了，哎，对对对。哇塞，我以为我跟你很好，哇塞，我本身最累的是我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瞧三个伴郎，我要瞧三个伴郎，瞧伴郎真的好累，心好累，有没有看到呢？伴郎通常是要站在这边就是待位的，结果现在我的三个伴郎像上去我的新郎房睡觉了，就是瞧伴郎化妆妆法要去哪里，弄了弄半天，结果忘记新郎也要化妆。对对，所有人都化妆了，到最后我突然想到，哎，啊谁帮我化？我的伴娘是我六个表妹，对，然后他们今天一来，好像也没在管我，就开始在追星了，在追 Teddy， 还有王少文。王少文，有没有看过有伴娘自己身上带着签名簿来的？刚刚有一个伴娘应该要发喜饼的，她也完全不管她的喜饼，她就直接跑过去说：“少文哥哥，我可不可以跟你照个相？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？”没有人要理新娘，所以我知道都我在帮她就是弄一件事情。因为之前是不是还气到说不要办吗？今天不要办。哎，哎呦，问这些敏感的，是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结婚啊？你以为我真的开朗吗？就只是被误会，然后那阵子办婚礼很烦，然后又加上有被误会的报道，所以就是雪上加霜。事情讲开了，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很开心的办婚礼。因为通常老婆出来讲话，你看她的表情就知道真诚不真诚。那我们就她算应该算真诚。之前别人出事，老婆出来哦，不讲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，不讲不讲不讲。